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一起活在神话语的大能和恩典及祝福里。这段时间，我自己这个做父亲的人，我觉得神透过恩典365也不断对我在说话，也求神帮助你听得见神向我们的心说话，花时间在我们的孩子身上。你知道圣经常常像一面镜子，在圣经这面镜子之前，我们会看到很多前面的人，他们的成功，也看到他们的失败，看到他们的得胜，也看到他们的软弱。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好像这两次我们分享到说，以利是一个先知，而且是一个他的宣告会实现的一个真先知。他是祭司，他也是一个很会带门徒的人，他带出一个很棒的徒弟叫做撒母耳。他有很多很成功的地方，但是在他身上也有一个很大的失败，就是他会带别人的孩子，不会带自己的孩子。在事业上，如果侍奉神是他的职业的话，在他的事业上他会带出下一代的接班人，但是在家庭里面带不出一个好的儿子来。这是一面镜子，成为一个见解。但是你知道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别人的失败，批评别人的时候很容易，但是到轮到自己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不会走同样的路呢？你知道撒母耳就是这样。撒母耳从小跟着以利，他明明看见他的师父在很多专业上很棒哦，然而他就在一个点上失败了，就是他带不出好的儿子来。他在他们的在圣殿里面从小跟着以利，所以以利发生的每一件事他都看见，他明明看见他这几个大哥哥很糟糕，他明明知道以利不会教自己的儿子，但是他都看在眼里。然而你知道，撒母耳的一生和他的师父一样，专业上第一流，非常棒，是很棒的士师，是很棒的祭司，是很棒的先知，他做许多事情都很棒，他也带出很棒的人来。他带出扫罗，他带出大卫这么棒的人来。然而撒母耳到晚年的时候，一样的问题，儿子很糟糕，看到别人的失败，明明看见了，却不能够从这一面镜子上看到自己，我应该怎么调整，我应该怎么改变。撒母耳的一生有一张漂亮的成绩单，唯一就是晚年的时候，百姓说，我们不要你的儿子，你儿子很糟糕，你儿子不好，我们不要他继续带领我们。后来闹出立王的事，不得不承认有一个前提，是因为撒母耳的儿子很不好。撒母耳看到他的师父在这样的事上跌倒，他自己同样在同一个地方跌倒。我们都在学这样的事。小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很敏感的小孩，我的父亲非常忙，是神大大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，只是他真的常常不在啊，我就常常觉得我好渴望我的父亲能够像别人家的爸爸一样，带着儿子去游泳，带着儿子去这个去逛街，带着儿子去打球，甚至教儿子怎么追女朋友。我好羡慕这样子的父子关系，可是我没有。但是当我自己做爸爸的时候，有一天发生一件事，我那个时候还在电视台工作，我也忙得不得了。有一天，齐梅就是我的妻子出去工作，她儿子在家，奶迪在家，她跟我讲说，我要出去一下，你帮忙照顾一下奶迪。其实我不太常花时间跟奶迪在一起，因为我都在忙外面的很多工作。那一天奶迪在家里，我的儿子是一个很乖的小孩，大概只有两个小时吧，他在家里面非常不安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，一直跑到那个窗台那里往外看，然后就跑过来问我，那时候他才2岁多，刚刚会讲话，就问我说，妈妈呢？我跟他说，妈妈出去了，马上回来。哦，他又跑去跑来跑去跑又去看，然后又回来问，妈妈呢？妈妈呢？两个小时里面他问了我十几次妈妈。我突然发现，为什么我的儿子单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这么紧张啊，这么不安啊，原来我对他是陌生的。你知道那一天我跑到厕所里面去掉眼泪，说，主啊，我小的时候说我好渴慕可以跟我爸爸有一个很深爱的关系，为什么今天我这里做爸爸，我的孩子跟我的关系也是这样淡漠呢？我跟神认罪，说，主，求你帮助我，主，我不要像撒母耳一样继续重复一个不好的模式。
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今天你愿不愿意跟神说，主啊，帮助我，不要继续一个不好的模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求你今天透过这一集的恩典三六，为许多做爸爸做妈妈的人，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话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主今天向你的心说话。所剩家己的日子，予阮得着智慧的心，因为伫你看，千年亲像过十年，搁亲像睏一醒，愿一生看到只有路苦甲忧愁。紧紧过去无留什么，求你早起时用你慈爱充满我，予我一世人欢喜。愿一生要跟随你，愿的心献唱乎你，愿一生要跟随你，幸福你甲你行去，愿一生看到只有路苦甲忧愁，紧紧过去无留什么。点滴，阮的灯明。
万里的夜。